今仔日是2023年7月29，第98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自2021年1月7日开始，每礼拜举行，到今已经将近3冬。咱的目的是要用台语来论万万行书。咱捌讨论过真侪无共的主题，有语言、音乐、文学、美术、戏剧、气象种种，毋过咱较少吼，也是毋捌讨论过大自然、生态甲动物。今年4月，我参加北美洲台湾妇女会的年会，听到黄美秀教授的专题演讲，非常非常的感动，才发现到咱拢真爱台湾乌熊，但是咱对台湾乌熊的认识真正无够。真多谢美秀老师，伊今仔日会当来分享。一开始，我要先请咱南大35届的会长，嘛是太平洋时报的总编辑赖文娜来介绍美秀教授。文娜姐，啊，坐下，嗨，大家好，美秀教授现主席伫台湾，会使讲是顶港有出名，下港有名声。伫世界保育界呢，伊嘛有公认的地位。咱大家吼，若要摕伊的资料，Google 一下吼，嘛是真容易啦吼。但是我要交大家分享的是，除了伊是明尼苏达大学生物保育研究所博士，也是讲屏东科技大学教授以外，我特别我想迄个 Margaret 交我的相共会感觉骄傲，伊是家里的阮的好友，伊是学妹啦吼，已经交万我几来届啊吼。家己女中出的人物其实嘛少啦，像讲咱的第一任会长啊、副秘书啊，吼，咱迄个做过咱的港务迄个航空港务的迄个主管的神奇啦，吼，遮拢嘛是拢真有名啦，吼。但是，互我真感动的是，我伫咱的迄个家里的好友听到伊的演讲的是，实在是互我真感动。那今仔日咱会当请到伊呢来交咱演讲，是足适当的一个人物甲伊话题。台湾的乌熊交台湾的语言有两个上大的相共的共同点，就是讲拢是台湾的本土。第二就是拢是面对着灭绝的威胁。那我听到美秀教授的演讲的是为伊的腔口感觉足亲切的，迄就是毋是讲你用正短的时间去训练出来的标准台语，还是讲啥物？伊是台湾本土的腔口。那我要交大家来分享。是伊即本册头前写的即句，会使讲，互咱听了心会震动。伊安尼讲，我甲人生最精华的年岁，毫无保留来互万方乌熊原住民甲故乡，我会使死嘛无遗憾。伊即个话。互我会感觉讲，咱做台文运动，咱有迄个相共的觉悟。伫世间，咱来一逝，咱会留着啥物，咱会带着啥物，迄实在是真真无袂当以身来讲。但是会当有一项代志，互咱安尼愿意去努力，死也无遗憾。我感觉讲，乌熊拯救乌金的运动，要咱要台文的运动是相共的，所以真欢喜啊！李秀教授今仔日会当直接交咱分享，多谢。咱即马就甲时间交予米秀老师。
李雪老师，你也使分享你的 PPT 进行，请甲大家请安，嘿，请安，大家就是好，say hello。大家好，事先拢含华盖跟金安呢，因为我伫现场实景演出啊，较自然，较会笑笑。啊，即马对着荧幕吼，啊，敢若看着拢无人，敢若我倒啊，较一只狗伫咕咕困安尼，所以讲起来较无聊安尼，所以恁试看嘛咧，恁若无其他选择啦安尼吼，啊，即马代志安尼算可以吼，免讲吼，在在，好，这里好啦，讲，嘿。等我一下哦吼，等我一下。其实安尼较好呢，安尼较袂讲这五四三，啊，无我演讲拢乌白安尼遐讲遐讲安尼，我感安尼真好，哇，安尼可以无？在，是，会使但吼，是你无 full screen，你无全英专英模，你爱用 full screen。好，我已经全荧幕完呢，公用词。但没有全荧幕吗？没有，无吼，即马无全荧幕吼。哦，你边啊，搁有第二张。我搁再重来一摆，看卖咧吼。这真正是高科技。无全荧幕，我把试紧，看你也卖。真正无钱木嘛？把紧，伊是干那哦，边我啊知，边我知，我了解啊，我了解啊，我了解啊。你要速度放较慢，大脑的我就思考特别紧张啊，啊，无以前拢会紧张，慢车嘿，有话有差啦，但只讲即句话应我该今该麦无 OK，礼貌今哈。麦 perfect，OK。好，安尼可以吼。在，好，赞。即马大家正式甲大家问安。我袂当讲国语吼。应该爱先甲拿出来姐妹先讲一下多谢，因为四月我去加州去啊，含大家讲欧音。啊，事后搁含花娜姐，搁贴身保镖，到博克莱，啊，搁其他的所在去行行佚佗，所以足感恩的，啊嘛对因那拖的姐妹，啊，迄种迄个精神跟凝聚力，我真正是差一个安尼。但是我嘛，甲美国超级COVID 病毒带回台湾，所以我伫美国最后一工就染疫啊。这是我第一届用迄个 kit 用试剂安尼，所以我即马人生到即马用两届，第一届就是两条，第二届就是十工以后搁试，无半条，嘿，哦，一条袂当无半条安尼。所以我即马用过两支，安尼速度敢可以？可以吼，好。所以主要就是先甲大家讲一下多谢呢，嘿。啊，我伫拢阿未该正式甲大家讲多谢。啊，今仔透过 Julia 的邀请，啊，我得来遮含大家讲学习安尼。啊，我今仔要讲的。题目其实伫北美洲的加州，比如讲美国啦、加拿大啦，其实大家对这种动物应该大部分看过。所以我第一届伫一个所在演讲，下骹的观听众有一半以上拢看过乌熊。伫台湾上济一个，啊，大部分拢无人举手，
所以伫台湾其实看过乌熊的人足少的，啊，其实是无啥相款啦，因为伫北美洲乌熊，叫咱讲美洲乌熊有一百，要差不多九十万只，加一百万只，所以去有当时啊，无一定恁家后壁诶树篮，无一定着有熊嘛，嘛着，啊，只伫台湾。领导后边看到一只熊，可能会上头条安尼。然后啊，像即马你看到的相片，就是我伫美国读册时阵，即个指导教授叫 Dave Gashelers， 来即马拄啊退休一当，啊，伊即马去做调查，美国熊的冬眠嘛。啊，我大学伫美国读册时阵，伫就会和教授去麻醉伫冬眠的乌熊安尼，嘿，对。啊，你看一只母的，就会生个四只，有当时生三只，有当时生四只呢。所以对美国人，无一定美国人吼，对北美洲的人来讲，其实乌熊无介奇怪。啊，你啊伫欧洲，我知影恁听讲有诶伫欧洲。澳洲那有棕熊无乌熊，啊，其实嘛应该有当时嘛是会看到，但是伫台湾这是正介少的代志安尼，所以即马其实我拢讲讲做乌熊啊，其实真两门啊，无因为乌熊都无几只安尼啊，你即马讲讲我咧做乌熊，那你甲人讲那一个无人看过嘛，无人听过的动物安尼就是。对啦，那想象的动物就对啦，吼，用干那样这样想啦，啊，因为你的生活嘛，含这种动物无关系，所以我今仔其实是要，所以咱来看这个乌熊，虽然会那一条，我讲台湾人拢应该爱熟悉这个动物，但是讲实话啦，比如讲阮台湾，我住屏东，啊，阮长。前两天拢放台风假，咱台湾出去，大家拢知咱偌厉害台风，但是这五天差不多拢无大台风呢，这五天差不多拢无大台风。我讲的代志就是全球环境变迁的问题，所以环境变化状况愈来愈。愈无好，搁空气污染啊，吼，啊，气候变迁啊，气候异常啊，极端气候啦，这大家拢应该听过。啊，无就是海洋垃圾啦，吼，大家想过海龟拢插一支吸管啦，吼，啊，无的鲸鱼身上海豚都有很多流刺网啊，这种商品大家拢看过。啊，恁就当唔讲，啊，我知影这要含我有什么关系。一只乌熊，啊，无一只海龟，讲这含我有啥物关系啊？这也拢袂当食，啊，食还阁互掠去关。所以我了解这种代志是要创诶。大部分诶人拢嘛关心选举，因为即马新闻拍开，就是拢选举嘛。因为选举含大家诶生活拢有关系嘛，有当时啊阁含大家诶利益有关系。啊，像乌熊啊，有知佮无知啊，有甚物关系？啊，伊也绝症，佮含我甚物期待？吼，这是一个较现实的问题。所以做乌熊的人，关心乌熊的人，其实你袂当讲侪啊侪，但是伫美国状况就无相款。你会当讲文化无相款，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像印度的甘地，伊就讲过，一个社会文明是看迄个社会的人安怎对待因的动物。所以，关心乌熊，佮含我头拄讲即个环境变迁，吼，恁环境的品质有甚物关系？我其实就是伫开始就先甲大家讲，关心这也袂当食，吼，袂当食，也袂当趁钱，袂当买。关心这是要创啥呢？好，所以先把这个问题带给大家。啊，你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套谈台湾石虎啊，你也可以套谈台湾水塔啊，不然就是黑面琵鹭啊，
吼、哦，即数量介少的动物，关心这有啥物要创啥呢？啊，含啊，对咱的文化，对咱的生活，到有啥物关系？平常时也拢无用到啊。那恁他都有讲到，我希望我今仔讲只讲了只，会当互大家小看了解我是安怎要讲乌蝇。啊，其实你可能一世人你嘛没看到恁台湾乌蝇啊，你会当看到足侪美国的乌蝇。吼，那所以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讲我是啥物人，啊，我其实我是安怎会做这道，因为这嘛含恁人才的。培养问题，吼、哦，一个国家会强，其实是看伊专业的人才，安那出来，啊无就是安那栽培。所以我今日只是用我小小的，就是一个人的案例来含来讲，我想来做模型。啊，这你就我就你就我就了解一下，那漳州人会做这道，啊，做这道会趁钱哦，做这都会趁钱哦，会趁大钱哦。啊，后壁以后囡仔也是少年囡仔，也要做保育，不做保育这道，啊，敢有饭通食？吼、哦，啊，因为保育是国际的潮流，所以你保育啊做好，其实含大家的社会的利益，吼、哦。利益个就是，毋是讲钱，就是利益。有诶做者好，做者利益众生诶代志，其实无法度用新台币算出来。啊，另外就是，啊，搁来看恁台湾诶保育，吼、哦，你一看一只熊诶状况，啊，无就是一个族群诶状况，其实会当反映出即个所在其他野生动物诶管理啊保育诶状况如何。啊，对野生动物的保育的状况如何，都有法度了解这个国家的保育做了安怎？啊，保育做了安怎，都有法度了解谁那高雄的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啊，有法度进步无？所以人啊进步，我感觉啦，人啊进步，国家社会就进步，因为国家社会是由咱人组成的安尼。所以我感觉我今仔会讲遮代志，我希望你到时阵会甲遮问题拢安尼做伙想看嘛，安尼嘛，毋是讲我来听黄老师讲乌蝇是安怎安怎啊，拄着蝇爱爬树啊，爱假死，我蝇会感觉无安尼吼。好，我这是我今仔要讲的。状况，啊嘛，希望大家会当小可想一下，安尼，我无答案，我无答案。好，我只是来跟大家安尼讲讲安尼尔。啊，恁的熊其实就是，含美国的熊较无相款，就是恁的熊，头前有一个 V 字形的，乳白色的一个mark，吼，logo 嘛，可以啦吼。啊，毋是白色的，啊美，我讲美国的熊。我若讲美国的熊，恁就爱想着讲，我讲的是北美洲的熊，吼、哦，毋是干呐？我知加拿大嘛有，啊，墨西哥其实墨西哥嘛是有小看的。好，嘛，所以，咱的熊就是这个啊，V，咱的 V 介只，咱的 V 介只，含其他国家越南啊，是泰国啦、啊，有当时啊较无像，我看那两个就是安尼很。标志，然后很正，无歪歪啊，无歪歪。就我一摆伫越南看过，因的熊，佫是歪的，毋是歪哦，是歪啊呢，啊佫扭来啊呢。好，所以伫台有人时啊，会人叫伊月熊，吼、哦，啊毋是中秋节迄个月熊啊，吼，因为这是上有点像上弦月，而且所以以前的纸风车有有一出剧的叫新月黑熊，因为是上弦月啊呢，嘿，真够水。真够水啊！你开始讲以前，我想要互大家看一只熊，一阮五当前有一只熊，啊去用捡着。啊，连台湾野生动物啊，负责个单位是林务局，啊林务局就含黑熊协会跟我逐个合作，啊甲一只捡着的囡仔。
恁呐，这差不多，我有差不多4个月，吼、哦，差5公斤尔。啊，家野放安尼，啊，你是讲啊，迄时阵要野放时阵，就有人讲啊，就去送去动物园就好啊，食饱饱，困饱饱安尼。吼、哦，但是这是在台湾的第一案例，我先互大家看一下，因为你安尼听我咧讲，你可能会做研究的，因为台语有当时安尼。怪怪，我含我开讲就较自在啊，啊讲演讲啊，搁对荧幕就较安尼怪怪。好，所以我先互大家看一下，啊，我可能有小可问有一几个问题要问你，因为即只钱开袂少钱，讲我袂少钱，含算计比起来，比起来无啥无偌济钱啦吼。但是就是这是台湾的第一只钱，啊，其实大家做九工，啊，还做侪时间。足济气力，啊，甲即只熊训练，啊，送返去山顶个厝，无送去动物园。啊，你嘛敢想讲啊，是你要甲送去呾，袂当饲人出去啦吼。啊，是咱先看一个即个影片，啊，较我较电话来讲，谁那有需要做遮高工个代志？伫美国状况其实无比美国较高工啦，吼，美国有当时啊，有当送去rescue and 这个 sanctuary 就是所谓庇护所，吼、哦、啊，底下大汉啊，他无一定上登山顶安尼，吼、哦、啊，恁先看一个简单的影带，这网络其实拢有，但是我想讲，伫外国的大概可能足侪人拢冇看过，所以我想讲给大家看一个安尼。啊，这唔是台语啦，吼，台语，啊，这唔是台语安尼。July 2018, a young Formosan black bear was found separated from its mother near Nanan Falls in Hualien. Taiwan's Forestry Bureau and Taiwan Black Bear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decided to rescue it from the forest. Professor Mei Xiu Huang and TBBCA soon formed a team with handlers and vets for the necessary care and training. Taipei Zoo also provided facilities to conduct 4 health checks on the cub. After a few meetings with experts, it came to the consensus that the bear cub needed a natural wild environment to learn skills to survive in the wild and avoid any possible hazards, including humans, while preparing to return to its natural habitat. With the Bunun tribal elders' prayer, and assistance from a National Airborne Corps helicopter, the bear cub went back home. This is the perfect result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joining in a common effort. 2 months later, her GPS collar was found. Mm. 我们搜索进行了3个小时，总算发现警圈。这样一个近90度的悬崖，然后芒草丛的基部，然后过一个晚上，那也很温暖，所以这只小熊，我想应该算训练的不错，就会找一个很有天险的地方睡觉。不见得是在树上，本来是一个很干燥的垂直封闭的地方，然后在这边过夜这样子。问你呢，米和米桑，大家辛苦了，所以还给我们了。4 months later, even more amazingly, her image was captured by camera traps. At the same spot, camera traps also captured a beautiful Bear Kingdom picture.
The success of the bear cub wild release raised the conservation awareness of Taiwanese and was a step forward in achieving the goal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这是现在感觉听我的声音听到没问题，好，就是 double check。 这只熊，这只熊有人跟我说，因为我五年前在训练这只熊要回去山顶的过程，其实无介注意媒体的反应，有人甲我讲这只熊足红的，啊，其实我看是乌的啦，啊，我无啥了解，啊，因为当局者迷，所以主要都是一心一意，把训练落好，啊，互社会有一个交代，互这只，嘛，互这只熊有一只交代，一个交代啦，我都等于处理安尼。所以我現在就要開始說，是怎麼會，我其實沒結婚啦吼，但是大家都叫我熊媽媽，我當時還有人叫我，那個，又叫我姓熊，你知道嗎？叫我的姓，姓是熊這樣，因為大家都叫我熊媽媽這樣，啊其實，主要是我嘛，伫山顶去做研究嘛，无定定拄着熊啊，甲抱抱安尼无啦。所以熊妈妈，我感觉即个名主要就是每天拢有叫我台湾真不得，伊拢爱甲叫，互你一个很炫的名字，安尼一叫就是即个人安尼。啊，但是我感觉即个压力伤大，因为我就是我唔免高攀这个真古德，所以我就甲问个天公，恁若真正要写一个名，啊，感觉黄美秀是菜市啊名，啊无恁就叫熊妈妈啦，因为他住嘞，因为伫山顶原住民若小拄着，拢会叫我熊妈妈。啊，我一摆真正就甲问拄着我的熊妈妈，的唔是啦，拄着我的原住民，遐迄时阵连三国大公行拢不能住。啊，阮大哥咧想，恁知我无叫阮想，哪能叫我熊妈妈？讲啊，你唔是拢伫山顶咧照顾乌熊？其实这真正是误会。我伫山顶其实拢伫爬山，啊，拢伫研究。其实根本也看无着熊嘛，熊看着人就哭哭撞就走呀，你敢若看着尻川？所以伊，但是伊感觉你拢伫山顶，啊，搁一个查囡仔，所以其实我感觉查囡仔嘛有好处，就是大家感觉你无可能做着的代志，啊，你做着就做厉害啊，所以有小可偏着安尼，所以熊妈妈这个名是安尼来的，啊，其实我住嘉义最熊是嘉南平原，你看。左手边迄张相片，迄是阮三姑甲我翕的，后壁还有导游干啊。啊，你看穿安尼，五十年前穿安尼，其实迄时阵大家状况经济拢无介好啦。但是阮兜其实真正介绍啊，真正介绍阮兜哩，后壁迄导游，迄是导游干啊。啊，阮阿母阁无唔捌去。阿母其实唔捌去，阿阿母共做田啊，头前透早三点就去撮甘蔗，以前拢撮白甘蔗嘛，所以阮若透早起来，阮就拢看桌顶就是四个便当，我阮剩四个囡仔，阮便当拢已经翻好啊，因为以前中昼拢爱炸便当，所以我有一个唔捌去，但是足骨力的诶老母，足坚强的老母，我个性有像伊安尼。啊，伊拢伫做田，啊，我细汉就拢幼稚园，我虽然读到博士，但是我一个学校无毕业，就是幼稚园，所以我就是缺幼稚园的文凭。啊，我缺幼稚园文凭，我阿母拢甲我讲，啊，我因为我袂爱去幼稚园，啊，我就拢翘，我小时候就拢翘课，我阿母甲我送去幼稚园，啊，幼稚园伫苗栗嘛，
一边啊，然后我的上料啊，我哪不知道我的水灶，他的对一条不要去，你去铲我就去铲伊，他不会就感觉这个囡仔太高乖，要甲你送去幼稚园啊，你就再走出来，他不会就带人边啊。所以我哪不话伊做甘蔗，我就是边啊伫客甘蔗。伊也去人弯山呀，我就当边啊捡山呀呢。啊，我哪不有当时去捡落来，我就对去捡落来。所以我细汉最爱钱，细汉最爱钱，但是知影阿母最辛苦的。啊，其实这行业拢无关系，我哪不也无你俩行嘛吼。而且是和大家讲讲，我即马愈来愈有悔，我就慢慢感觉。做些代志拢已经安排好啊！啊，有当时啊，迄拢是一个磨练的过程。所以我细汉就唔惊一个人。我细汉就惊国小的时阵，就四界去捡路嘞，迄当袂钱哦吼。就我就去一个人，一个囡仔屁啊去缠伊乱乱踅安尼啦。啊，即马含我，你嘛即马我大汉。一个查囡仔，我就去山顶安乱乱踅，迄含细汉其实我感觉有关系啦。好，所以较尾啊，细汉伫洗豆油干啊，啊较尾读起哩阿贤，迄其实拢我感觉迄拢都随缘啦，毋是讲我无爱贤嘛吼。所以我拢读弯道山车，所以我拢读离弯道上近诶学校，所以我。柳林，我拄最上柳南嘛，我着柳南国小，到尾也着最上国中，我尾也着读嘉义女中。啊，其实读嘉义女中真正是高不离三中，因为我师专没考上，我两个是优秀的姐姐，我两个姐姐拢读师专嘞，拢嘉义师专，啊，师专就是算最优秀，但是较善车的人去读嘛，迄个时代是安尼。所以阮家阮两娘即阵拢读书专，啊，拢毋免甲出去杀钱啊。所以我就是书专无考的，啊，只好去读嘉义女中。所以阮两个即阵拢笑我是家里的败类啊。我这张相片是我高中诶毕业的照片。嗯，你会当看出其实大家拢穿制服，其实。遮侪人，你根本嘛毋知影内底有一个人，可能后边会变台湾，差不多唯一到即摆阁是唯一啦吼。伫掠嫌做工课、食土路的朴素安尼。我的意思就是讲，其实我到我高中，我嘛毋知影我掠嫌。啊，我迄时阵介绍画漫画，所以我高中一年，我其实是要读师大。秘书做，因为我两个姐姐嘛拢会读，啊，但是我都无钱补习，所以就讲啊，这一定要去考师大秘书系，一年考袂掉，所以我二年，所以我一年搁伫温州，一心要画图做画家，可不我就感觉这袂掉，啊，我就讲啊无啊，我来转道啦，转道我大爱体育，但是体育感觉唔得。啊，也无人栽培，啊，是要做代一个国手吼，啊，所以体育就阁无啊，就是干那兴趣尔，无人栽培。后来啊无就来读生物啦，因为生物老师介古锥，啊，我细汉就爱种东种西，爱看物件，所以讲啊无我来读生物啦，所以较尾就变考试的时阵就考生物安尼，好啊，辗转吼。啊我嘛是，其实师大生物系我嘛无考到，我因为我物理考低标，物生物是第三类组嘛，含医科相关。我其实师大生物系无考到，所以我其实毕业拢无到第一名毕业的啦。我感觉我唔是始终足巧的人安尼，我唔是足巧的人，我拢唔捌摕第一名的毕业的奖状安尼。啊，不过反正辗转，我就真正经过一些波折，我就转系，我就去师大生物系。我其实跟恁偷偷讲啊，我物理地标，我就去科第四类组，我是师大家政系。我的好朋友听到我去读师大家政系，笑到对伊啊联络，你知无？因为我较阳刚、较中性，啊，师大家政系你也知，以前的刻板印象就是底下刺绣。
底下租产，底下下副教职，吼、哦，含我这种较汉草、较粗鲁的、较阳刚，其实拢打不起来。但是我较尾的转系，我的转系 ，OK。啊，我嘛较知影家政系其实毋是大家想的安尼，所以我感觉世界看愈大，你对你的刻板印象愈少。然后我大学就开始爬山，我问啥，我前啊大学一年啊，就去爬山，就去登山社啊，就讲哎、欸，我要加入费安尼吼，我要入社，所以我大一就开始爬山，啊，爬山去生物系以后，爬山搁炸鸡。炸物件阁愈济，我会炸图鉴，我会炸望远镜，我会炸单眼相机，就是咱背包无遮侪物件，恁为着要看物件，着阁拍其他国事啥安尼，这兴趣嘛，这着真正兴趣，所以我大学着开始着去找老师，三年着去找老师，啊，着讲老师，我会当含你好去。会当来你的实验室无？我来当对你四界走无？所以我大学的时阵，我感觉我运气足好诶，我拢拄着足好诶老师，都、就是伊知影，伊会甲你栽培这种老师。我的大学硕士，个博士，我感觉我拢运气足好诶，拄着有法度甲你栽培的老师，秀才的老师。所以我大学。毕业，我就知影我后边要读研究所，因为我就想要读册，就对我感觉做研究做好耍的。啊，我迄时阵就有含老师有小可调过调查过乌心安尼，所以我大学就调查过乌心嘛，因为我老师是台湾唯一做乌心的老师，但是伊无像我咧掠人吼，所以这我感觉这因会弄。小可安排好啊，但是我无想要做学习，无想到啦。反正我就想毕业，我就去教书嘛，因为分发就是要分发嘛。吼，迄时阵拢公费生，就是爱有迄个意外去教书。啊，我的第一志愿就去台东嘛。吼，我这种人去台东应该可以的。阮爸母反对我去南苏安尼，我是希望去南苏咯，有一个海洋安尼，当遐吼占地为王。阮爸母讲迄。安尼袂当，我着去台东。后尾我着教一当，着考去考研究所，啊，着去台动物系安尼。啊，我着开始做，开始想要试看卖，我会当做科学家无吼。硕士班我着先留职停薪了，想讲，哎、欸，我来做研究看，唔知会合袂合无，唔知有这个。这个支持哦，但是我嘛无做乌熊嘛，所以乌熊是较尾较蹦出来安尼。啊，这个动物，我硕士论文的做这个超含白鳞麻，恁讲白鼻星，或台语讲白鳞麻吼，或者乌卡熊这种动物介型，大家较早白鼻星啊，这种动物其实特别演讲拢无人知这是啥物动物。啊，因为我即摆有拍一个门课，你可能就收过当药安尼。但是你对台湾的动物可能嘛无啥了解，真不要紧。反正就是胡子尖尖、鼻子翘翘的，然后规身躯那浅脏水安尼吼。啊，常常的，伫溪仔边伫食螃蟹啊，食蜥蜴，台语边个讲啊，不要紧。好，我顶个日那拖工演讲，大家拢在教我校正我的台语。台语安尼，啊，囡仔无这种互动，我大家安尼继续讲好啊。大二九，因为我较人较小小安尼，就是较爱含人安尼废话，我感觉安尼较好耍。哎、欸、啊，是，有人讲话呢。这只是不是台湾的吧？啊对，啊，好厉害。这咱台湾这种像，有。恁台湾拢讲麻，恁细汉拢大人拢会讲麻，麻是恁一般讲的，或者一个话台国语讲狐狸啦。啊，其实恁真正台湾无狐狸啦，狐狸英文就是 fox。那我们台湾无，但是恁拢讲麻的意思其实就是，就是
臭臭，天父有一种臭臭恨你安尼。啊，白皮星啦、啊，黄鼠狼啦、啊，地公马啦，地公马，地公马就是黄鼠狼。嗯，啊，乌卡星啦、啊，白皮星啦、啊，啊，个麝香猫啦、啊，九节猫啦、啊，九节猫啦、啊。我讲就是也把它的通称讲出来呢。啊，个这个脏水马，拢叫马呢。所以马是一个通称，因为伊身上拢有膏，拢有气味线，拢有特殊的气味线啊，皮克安尼。臭恨臭恨味臭恨味安尼嘿，我是感觉拢芳芳啦，反正阮做动物拢较怪怪安尼。好，即、這个动物差不多两三公斤啊，都嘛是嘛甲灯啊甲你啊啊甲我发报器看伊走去台安尼，所以我对硕大学毕业研究读研究所就开始伫抓动物啊做研究安尼，所以你嘛当讲是。研究猎人也是可以啦，所以我两当以后我就毕业啦。侬即我即摆拢还袂讲到我讲到乌蝇对无吼？啊，我都甲你讲乌蝇是较尾较蹦出来安尼。好，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就搁等于台东搁教册嘛。啊，我就开始在想，啊，我感觉这是我做乌蝇诶转捩点，我就开始在想啊。啊，人爱家己趁钱，甲家己饲好我，吼。对，我也毋是介好个啊，嘛是爱家己饲家己啊，吼。啊，爱有一个工课，啊，我后边咧做啥？啊，爱做到65岁才会当退休。啊，有一个工课，我会当创啥？我就想讲，我无爱教册，因为我教国中嘛，啊，我台大毕业，硕士我会当教高中。但是就是拢，所以我直到国中的时阵，我抓找啊，我含大家相款拢抓找啊，抓找啊，就是学校拢爱，囡仔拢爱考试嘛，啊，我就感觉足不忍心，我就感觉，啊，恁也无迄个大讲要改革教育，哈，啊，无迄个本事，所以就想讲教册教高中，啊，无教高中。国中教高中应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啊，我有法度选。如果我有法度选，我既然我后边会当伫山顶做工课，透早起来哦，鸟啊是鸡叫，阴暗啊拢无声，干那做侪虫安尼，做侪，爱当满天星斗安尼吼，我着做浪漫，想讲我希望我后边个工课会当。我的办公室会当当山顶，我就干有一个想法，我希望我后边的办公室是伫山顶，青山那来咧，嘛是你看嘛是小小啊，嘛唔是，就感觉迄个所在，你感觉介自在，你感觉介自在，啊你嘛我都应付安尼，所以我就开始，我就想讲好啊，我迄阵啊。伫台大读册，我嘛读到介欢喜，因为拢伫山顶啊咧育动物，啊嘛介欢喜啊，论文嘛写介顺利，所以我就想讲，好，安尼我会当做啥？安尼我要搁做研究，我要搁做研究，我就来读博士安尼，读博士都会当读嘛吼，会当读啊读博士啊，后边我要像我教授相款，后边要接计划要去玉山就去玉山，要去。要去带一粒山，就带一粒山做调查，安尼吼，做足，但会当顶安尼，啊，但是你要朴素啦，吼，你要朴素，所以我就感觉，啊，我嘛无想着要做乌蝇啊，上海小小去想要做一种看到，规世人拢毋捌看过的动物啦，吼，这我这种方面阁介正常，所以我就人形我就想着拢无想着，但是。我就开始上，就决定要去美国，啊，我就开始准备英文啊，上资料去美国安尼。我锁定美国，因为我的老师伫台大、伫师大拢美国转来，所以我就想讲，我要出去看世界有偌大安尼吼。啊，我嘛希望讲有一天我也转来，我无一定会转来台湾啊。有一天我也毕业，我也要去。亚洲吼，
我要去达一个国家，吼、哦，要去辽国，去辽国，我要去缅，我要去缅甸，我就去缅甸。无啦，但搞懂就对啦，吼、哦，我就是有，我蛮早，我就是刚刚，我要做专业人士，就是我就是要做顶尖的啦，无啦，我就搞懂，我要去带，我就是要去带啦，吼、哦。所以就想讲，安尼读书，我就是要找好的老师。卡布亚的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都有两个老师有兴趣收我呢，因拢啊拢捌来过台湾，这嘛是拢缘分，啊两个嘛是拢阮老师的，我大学老师的朋友，啊一个两个拢叫 Dave， 啊这个相片这个就叫 Dave Gashelos， 是跟我卡布亚决定同他们合作的教授，啊伊就讲好啊。但是我要去美国以前，我讲我先过两个月，我才来决定要找啥物人。啊，另外一个 Dave Smith， 另外一个叫 Dave Smith， 啊，两个好朋友呢。这个 Dave Smith， 我特别他们去找伊，去他们讲我论文。啊，有当时就是讲到五四三，唔知讲到对代志啊，就是天马行空啊，吼。啊，我就想讲啊，特别他们咧讲，大家讲拢唔知讲到对代志。啊，我嘛他们也。嘛，含伊个学生会开讲，啊，就感觉在那放牛吃草。啊，我想讲，我要来美国，要找老师，要放牛吃草。我家己伫台要放牛，当台湾放牛好，还是那开遮侪钱？啊，我也无啥公费出国啊，我是啥私人个奖学金出来，运气嘛介好。我感觉我运气拢一定介好，但是袂足顺个啦，伊就是会小可安尼。安尼，舞来舞去，较尾也较，搁互你去家去个所在。啊，另外这个做什么老师就讲，你也要他们讲，我就感觉会好，因为有问必答。你安那甲问伊，就安那甲你讲，搁做耐心个。你就感觉他们这个人就是会合。啊，你问伊，伊拢会甲你讲安尼。啊，所以我就决定，这个老师应该是。我要爱，但是我有听讲这个老师介严，就是美国个学生连规个嘛拢唔敢找伊，吼。啊，另外就是伊是阁是客座教授，其实唔是真正个教授，办公室嘛唔是伫学校，所以我当时啊要指导较难。但是我就感觉这个老师介虽然严，但是我问个问题，伊拢头脑足清楚，拢会同我讲。我可能讲啊，这个啊，伊介有名。啊，我就感觉这个老师应该是我读书最理想的师傅安尼。啊，但是伊就甲我开条件，讲你若要对我，你就爱做学员。啊，这含我找另外一个老师，放牛吃草那个老师，我要做实现嘛，我就是要做实现嘛，因为我上手啊。啊，即马这个老师开一只啊、哦，是。体型就是体重差不多100公斤，我连看，我伫山顶走来走去，连看过拢毋捌看过一只动物安尼，啊，佫濒临绝种，特别绝种啊，所以叫我爱做这個，啊，我讲啊，我会当留在美国，伊讲你袂当留在美国，你爱当台湾，好，就讲，对，啊，对我来讲就是要搞遣送回国了。我就想讲，我好不容易脱离台湾哦，要看看外国外人有偌多，你都要搞遣送回国，其实这不是滋味。啊，另外就是难度介高，但是我感觉这位老师是我袂啊，足侪人甲我讲，我足侪人甲我讲，啊，其实台湾学员无人做，吼、哦、啊，较安那，除非。做啊真晚，啊无应该会当毕业啦，因为拢所以愈无资料，愈无人做过，愈冷门就愈有机会安尼。含即马大家咧找头路，讲愈热门吼，愈去挤破头吼，状况无啥小块。不过啦，迄时阵也无想遮济，就是感觉即个老师就是我的贵人，即个老师是我要爱的。所以我就讲好啊，无就说，就啊无，我就转来台湾做学员啊。吼，伊讲伫美国足侪人排队要找伊，无差我一个千个里学人，吼，无差我一个台湾来啊。伊甲我讲台湾的学员少啊，要绝种啊，你唔转伊送袂转。伊怪其他安尼吼，哎不管啦，啊，那是伊国际视野的想法，啊，我就感觉。既然我要选这个老师啊，头洗落啊，
好啦，阿无得来做乌形，所以我做乌形是选指导教授上乌形的，不是讲我心，不是真正不是讲我安尼安尼，就是第一志愿就是要选乌形，我无遮伟大，我真正真正无，我真正是讲哎啊，没错没错，是。我想吼，你速度会当较紧的哦，因为你的跑步会足济，嘿，啊，即马。我跟你讲，恁今仔四点钟哦，嘿，哎、欸，真正我想到讲较慢吼，我其实拢还袂讲到乌形嘞吼，谢谢，是啊是啊，所以你来讲较紧嘞，嘿，好，好，你若讲过去，我速度就较紧啦，好来，好来，我讲较紧，啊，讲到对遮来，好，来，好啦，所以我即马讲较紧啦，吼，即马我讲较紧嘞，因为我个知影我已经想到做这道啊，对无吼，好。现在台湾乌形，所以我就开始讲我有什么发现，啊，我是怎较尾又会回来台湾，搁做乌形安尼。就你需要提醒我，你提醒我不要紧，我感觉安尼真好。好，嗯，现在台湾这是台湾的地图，哦，废话哈，啊，你当看出来红色的所在，其实是现在十年前阮做的调查有形的所在。台湾现在有做野外乌形的所在，有两个所在，一个是伫北平大雪山森林游乐区，伊右手边的是雪霸国家公园，吼，搁太鲁阁，啊，搁南边是玉山国家公园，啊，我论文就选伫玉山国家公园，啊，当初是都无人做乌形嘛，吼，我台湾的教授嘉前有做一些间接的观察，所以就对玉山国家公园，啊，这是台湾上大国家公园，1000平方公里，啊，对东部的所在入，另一个所在入去，啊，来行四天，有一个所在叫大分，你也想讲哦，啥物代志拢无做，啊，干那行四天去迄个所在收资料，那四天拢咧行路啦，哎，我感觉小可是大家歹去。到迄个所在，因为就是因为已经确定要做乌形嘛，啊，掠乌形，啊，甲挂发报器，啊，就原住民就讲，你若要掠乌形，啊，迄时阵有做调查，全台湾拢有做调查，较尾啊，伫华人的原住民就靠爸啊，讲你若要掠形，有一个所在叫大分，行路四天迄个所在，啊，迄个所在其实都海拔差中海拔1000到1600公尺，讲你若要了形，就爱来吃，因为家有一种人英文讲 acorn 吼，就是 oak tree， 有一种树啊，有一种物件叫青冈栎吼，啊，等到恁台湾来罗比丹那边长糖草栎是很类似的，讲啊，就有青冈栎啊，11月、12月都是秋天的时候结果嘛，啊，在台湾就是11月、12月结果时阵，哦，这些形拢来吃。啊，来遮食即种物件呢，吼！啊，这个所在足安全呢，所以你也要掠熊，嘛来食。哎，我都唔讲啥那安全，讲啊，迄个所在猎人袂去啊打啦，所以熊拢较安全啊，你袂去用打掉啊。啊，迄时阵大家对熊的了解其实拢无，因为足少研究，差不多都无研究啦，吼，差不多无啊呢。所以我就开始，伫美国 qualify 吼。资格考之后，我就回来台湾，我就三冬，我就开始掠熊。啊，迄时阵有打算，可能会共孤啊，会共孤掠无熊安尼。但是呢，运气介好，我嘛唔知，反正我狗屎运拢介好。我介感恩吼，人来感恩。啊，所以九八年暑假回来的时候，就开始捕捉。迄时阵青冈栎大量结果，就是大丰年，多好。然后啊，都足顺利的，就差掠几啊只熊，咱六只、七只呢，啊，掠三冬。所以啊，第二冬就青冈栎就拢无，干那掠一只，吼啊，三冬total 就是掠15只，跌破大家的眼镜。啊，这其实这嘛不是苦，这真正是苦差事啦，啊，不是真正咱爱爬山吼，真正是。我好讲较紧嘞，啊，其实啊嘛，因为
啊，这都付为因果啊，都因为你爱爬山，你讲你要有一个办公室嘛，你就来遮嘛，啊，所以就是吃就爬山吃苦当吃补安尼，那其实拢爱重装，因为啊沿途都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啊，无人嘛无人住，所以生活都要自理。那所以迄个过程就是说，都有国家公园的派布农族的原住民到山，刚拢全部拢派一个安尼，啊有足侪爱过差不多十个吊桥、吊桥，吊拢像安尼，要倒安尼，这是日本时代留落来，这年岁拢超过100栋，啊上面拢有一个扛棒，年久失修，禁止通行，刮胡掉下去，没有国赔啊。啊，迄时阵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五大安尼级别啦，吼，所以我感觉拢有山神的庇佑安尼，啊，到遐都起厝啦，我即马就讲较紧啦，就是你我嘛无想着讲研究做甲遮困难，吼，都爱行四工，啊，到无人住的所在嘛，无电，啊，嘛迄时阵嘛拢无手机啊，嘛无卫星电话，因为我就甲阮阿母讲。卖找我，我要给你15栋，吼、哦，给你1个月，啊，我出来，我敲电话，等下村甲你报平安，啊，我要去山顶，啊，你卖找我嘞，我感觉较尾也较大汉，就感觉这真正是该残忍的代志安尼，但是我阿母拢无甲我讲啥，所以我一直对阮阿母该感恩安尼。就是，就入去山顶，就那入去打越战安尼，吼、哦，啊，掠这。用陷阱啊，登熊吼，啊有当时啊，三礼拜、四礼拜一只熊都拢无安尼，啊，对抓着以后，就甲称重吼，称重啊，甲做麻绳吼，做麻绳啊，甲伊植入晶片啊，戴耳标啊，即用有耳标那边伫山顶啊，拄着啥哦，即只是啥物人呢？啊，戴个哦发报器，以前会报发报器拢爱。它无卫星追踪，即马卫星很发达嘛，吼，拢有导航系统。啊，以前无，当时拢爱是两只脚安尼伫山顶安尼摇，吼，介辛苦。啊，较尾就甲放出去，啊，伊就免得开始摇嘛，开始看伊走去台，看伊走去台安尼。啊，即、这个过程就含伫山顶哭，就是山顶伫玉行的过程，就原住民吼啊。不弄的大哥的，甲我拢我的向导啊，所以就他们迄个过程，就他们做者原住民吼，那、哦、有互动，恁就学做者代志安尼。啊，这是阮在玉行的画面，就这就是阮的帐篷，吼、哦、的，因为有当时啊，几日工拢无洗身躯啊嘛，吼、哦，拢无洗身躯啊。诶，含美国加拿大的状况无哈，小款拢做者小木屋啦、啊、饭店啊，这无恁这种就很丛林安尼。到尾行拢毋知走去带嘛，你得两支枪玉无嘛，到尾就个用直升机做，用直升机玉，吼、哦、啊，因为伫美国有玉过嘛，所以你倒来台湾。你知安那叫？啊，这是应该是亚洲第一个用直升机叫飞行的研究。啊，迄时阵其实遗书拢写好，因为我头个阮美国老板甲我讲，啊，无偌久伫阿拉斯加，啊，伊的一个朋友吼，个政府机师，你去叫迷路牧师的时候。啊，坠机，然后全部罹难。伊同我讲，未少你一定爱去约坐直升机约乌云哦。我讲我无其他办法，迄时阵收资料吼，收资料收到走火入魔，就是我干那要爱资料吼，我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秀得了。但是我感觉这就是研究人员的天职，所以我就写遗书，我就去叫去了。我哪怕我哪部都唔知他几种代志，这袂当讲。迄个过程嘛，拄着台风，但是这是东部迄时阵最强的超级台风。后尾啊，所以就拄着这些代，这些代志啊，台风安尼，吼。啊，蛮强，我实在卡住，就是，差不多都含我的志工，
安山啊，伫伫山顶着听着收音机来预约，讲诶，黑熊研究团队台风失联，吼、哦，目前还没找到。着收音机听着家己被搜索啦，安尼啊，一礼拜以后啊，着行出来，啊，着拄着搜救人员。迄、那个过程啊，搁有一摆着是去互落石安尼拍着。啊，拍到原住民大哥吼，都搞救嘞啊！即嘛，啊，即故事，即故事，到尾啊，就写到我一本册，二十当前，迄本册叫是，商周出版社叫《黑熊手记》。啊，迄时阵我研究做了，要当美国无钱注册，所以商周的发行人何飞鹏先生就讲啊，无我给你一个奖学金300,000，啊，你到时来当当注册，啊，但是你爱把你的手记伫山顶的记录，吼、哦，华出版出册安尼，啊，所以为着钱，我就把我的手记给卖出去了，吼、哦，所以讲这是卖身契安尼，吼、哦，啊，就有钱，但是啊，后尾啊，十当以后就有远流出版社。所以即卖大家会当看到的册，就是《寻熊记》安尼。啊，有当时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迄时阵出这个册，主要是要爱纳学费嘛，特别要爱学费，靠注册较当美国嘛，啊写论文。较尾啊，无偌久就有一个导演写批我讲，啊，我看过你的《黑熊手记》，我想要拍你的纪录片，所以就。2016年就有一个电影哦，有上戏院，就是《黑熊森林》啊，陈建年作词作曲，因为无时间啊，啊，等得卖看。这《黑熊森林》陈建年的金曲奖。有时间哦，没需要给有时间，有时间。好，啊，我感觉给大家听一下嘛，不要紧，好。没错。这是伊个 trailer， 伊个宣导片。这啊，我嘛介，啊，阮这个导演嘛是无袂用背书，到尾啊，帮阮一直去山顶，真无简单。啊，我嘛做介这个片。I think that often when a person goes to the field, starts collecting the data, that they become conservationists automatically, just being.In that situation. Taiwan 的山区一张照片放到我们无线电追踪的论文里面，你的研究资料很难收，甚至要拼死命过围墙才能到达。熊哦，它每一年都在这个芒草都会做这个熊的卧虎。只要说我要去哪个地方追熊，他就会带我去。我不行，那边有那个熊大便了。封闭中间的时候，一回头就啊，悬在一线间。你的心会在这个山上。我就把你的心拿回来，就平安就好了。我认定这个人救过我，他将会是我一辈子的伴。好，所以我20当前我就毕业，吼，出侪人来帮助照顾，啊，我就毕业，啊，毕业的。当然，我现在在屏东教书这个大学，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在研究所在教书。所以其实我做乌熊不是要救乌熊，我也不知道要需要救，我就感觉我要在山顶佚佗，我想要在山顶山顶自由自在，啊，我就做乌熊。做到尾啊，才发现哇，啊，他安尼，所以我才开始做简单的，就是
我爱爬山，办公室要当办公室。到尾啊，我做调查就发现这个动物有够衰，衰到真不啊青菜鸡，因为我感觉因的命运都出歹，无做唔知，所以才发现应该爱替因讲几多公道话安尼，就是安尼。到尾我就回来教书，到即卖二十冬啊，决定继续做因。理由无相款啊，理由是想讲，唔是想着要爬山，是想着。我有法度伫我即个专业，互即个动物较好过，我都功德无量啊呢。啊，无就做我小小的本分，互即个动物较好一个。啊，即个动物保育也成功，台湾的民众、政府，就是水准提升啊。其他的方面就会当提升，即嘛较像。我想要爱的台湾，不是只有够赚钱而已，是还有想要关怀这个社环境，啊，让众生平等，啊，大家会当拢较好过咧安尼。我感觉这个台湾是我想要住的所在，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工作有法度照着乌心，会当甲伊斗三工加减。啊，另外就是，予我家己的故乡成为我家己想要住的所在，就是这简单尔。所以我即马是要甲开始大概讲，啊，到底你做一个博士论文，啊，爱爬山，到尾是佚佗，甲有啥物了解啊呢？好，做乌蝇以后较了解世界，其实有八种蝇，吼，那。啊，其实伫北美洲，也是伫欧洲，北美洲的美洲黑熊，佮横跨世界上分布上侪种熊，这两种以外，其他六种其实状况拢无好。北极熊大家拢知嘛，啊，猫熊即摆有较好啊，猫熊有本来是濒临绝种，全世界，啊，即摆其实有1800多万只。已经下架，所以啊，台湾乌熊，你无看，遮你无看到台湾乌熊对无？哦，其实伊是亚洲黑熊，也嘛，就是讲，即个恁讲台湾乌熊，恁其实拢大部分伫台湾拢袂讲台湾乌熊嘛，拢讲狗熊嘛，因为伊改成狗，伊个头安尼，就是改成狗安尼。啊，即种熊其实是亚洲其实。18个国家拢有分布，日本也有，韩国也有，啊，泰国也有，一直到巴基斯坦拢有。啊，只是伫咱台湾，咱叫是台湾乌熊，是一种亚种吼。日本咱就讲日本乌熊，伫台湾叫台湾乌熊安尼。我今仔日真歹讲上济。啊熊啊熊，其实就是用鼻仔看世界，咱人用目睭看。目睭嘛，啊，熊其实鼻仔上好，目睭普通好。啊，种熊的所在，我都闻到味啊，安尼食，揣物件食。啊，另外就是，要过活，伊上重要的武器就是伊的脚，哦，所以伊的脚啊，长脚长手会带麻烦，伊有爪子。啊，咱是指甲，伊是有爪。啊，蛇就会当爬树啊，吼，会当爬树啊。我当时啊，伊嘛当跳起来就平较远啊，吼。啊嘛爬树啊，你讲啊，所以以前咱讲看到伊嘛爱爬树啊，其实这是唔对的，因为台湾乌熊拢介到爬树啊，一惊落就会爬树啊。所以有人拢讲过。演讲拢阁讲，啊，拄着伊嘛爱假死，嘛袂当假死，因为到即摆无人无科学研究，无人啊无即、這个啊无即个讲法，讲熊是为着食人肉去甲人攻击的，无即种代志。吼，啊，因为电影看伤济啊嘛吼，啊，恁但是恁嘛爱回到科学，其实熊，你这是。
你们晒了吼，你无看到卫生纸嘛？啊，你有看到卫生纸，你就知道这是人。啊，这是食青江里的芹菜，其实袂臭，芳芳有臭的芳味安尼。你嘛当讲恁做研究拢怪怪，啊，你皮晒，我是文史工作者呢。啊，这是食青江里的菜，啊，这是食香兰的菜，香兰的那边在校园里面。两两块的樟树，哈，樟啊，因春天的时阵是食山樱花，食玉山箭竹啊，三不五时爱食一些其他的果子，但是大部分拢食草。你看，搁像恁这迄、那个山苏吼，还是咬人猫，还是姑婆芋，其实拢会食。这是大部分春天，会当食物件较少。都食草，热年的时阵就开始食樟科，我头先有讲恁少年的樟树，啊，这夏天主要就是樟树的果实，嘿，咱讲南麻子，吼，啊，无就台湾肉桂的果实，伊嘛是樟科的。台湾的森林主要中低海拔阔叶林，主要就是樟科跟可斗科的天下，可斗科就是这种物件，就是咱。那个echo 吼吼，啊或者是就是相思，然后垃圾，咱台湾话讲垃圾，垃圾，啊胡桃唔是垃圾，但是伊嘛食胡桃，啊有青江栗啦，水果栗啦，啊想讲咱做研究，他都有讲着嘛，行到十一月、十二月秋天的时阵，就会种等于大分啊，食青江栗啊，啊唔是大。食形容相款，啊，青江栗食了啊，吼、哦，食了的时阵，啊，就佫开始冲出来，较低海拔的所在安尼嘿，所以伊会季节性跑来跑去，吼、哦，或者含米酒的乌形介型安尼，因的生活习惯含米酒的乌形介型，啊，食垃圾有像鬼栗啦，吼、哦，绅士栗啦，狭叶栗啦，我知对。在国外的朋友可能较陌生，啊，这所以咱台湾的森林其实介水，因为亚热带嘛，所以物件佫愈侪，佮啊台湾苹果啦、野苹果啦、吕宋夹米啊，拢会死。做半工，较尾，阮就是跳行的赛，歹势，我说阮背包内底有常常拢臭臭，其实都是真，都、就是拢装在五四三，啊，行的赛内底就发现啊行。80%拢食菜，拢是食植物，啊，食荤差不多无到20%，所以现大部分拢食菜咧。啊，有当时啊嘛会食芳蜜，吼、哦，伊食芳蜜，啊嘛其实嘛是会当食肉啦，啊，但是爱肉就较可以啦。啊，技术应该比猫熊较好啦，猫熊是食菜，食菜是因为伊约袂着动物，啊，乌熊其实还可以，吼、哦，啊，这是啊，第一名就是山羌，吼、哦，山羌，啊，这伊嘛是山羌，说细汉的时阵，啊，大只不一定约会着，但是细只应该有问题嘛，吼、哦，啊，这细只，这不是梅花鹿哦，这是小山羌，吼、哦，山羌，啊，这是台湾的特有种，这一点爱知，这叫长鬃山羊，啊，或者叫台湾野山羊，好大好大，够嘴，你啊，我个。再就，搁卖你也给我重新再选一个动物做研究，我应该会选一号好大好大的长鬃山羊，搁袂尴尬，我给它倒水。好，啊，这另外就是有当时啊嘛食水鹿，在美国了就是像白尾鹿啦、黑尾鹿啦或 elk 啦，吼，那这些就是水鹿，另外这大只。绝对食约袂到啦吼，但是伊嘛会老啊，啊伊嘛有细汉啊，所以食动物爱约的就爱看运气安尼。啊，恁台湾有乌熊有一个较特别的状况，就是会做秀，伊会甲芒草吼，芒草安尼拗乱，啊那引超音安尼，啊再困伫顶管安尼，会拗等那麻花卷安尼个编织安尼，啊木。这是阮伫山顶，较特别的发现安尼，介熟悉啦。当然哪一个鸟仔树安尼，啊，一个唔是嘛，一个是我，哦，啊，但是我是
迄个修是形作安尼吼，啊，美谈内底你嘛唔知遐是只形。啊，着做研究的过程就做，过程其实，我就是啊，想要了解形是啥物动物安尼，就是介单纯的一个工课，但是慢慢发现问题嘛。跟大家相款，就感觉这嘛怪古锥一个查囡仔去做学形怪怪，因为做大只动物的大部分，啊，佮做食肉大部分其实拢是查甫的较侪，吼，即嘛小可较好，嘛，但是查甫嘛是较侪，吼，啊，等那美女与野兽一种想法安尼，所以就开始有媒体的关注，吼，啊，较尾就是顶。疫情前，然后够麦觉明导演他的是盖好朋友，他的我阿妈是因为迄片卡开始熟悉安尼，啊有一部一个电影，我感觉大家当看，这 YouTube 其实拢有，但是要今年的准备啊，到大家伫国外看这个。神出鬼没，隐蔽在云雾缥缈的绿林深处。黑熊来了，人与熊的远古传说开始传开。因为我喜欢山，所以我选择了到山林里面做研究，我就选择了黑熊。黑熊本身其实就有危险性，因为上山之后几乎就跟山下失联。我们台湾黑熊布农族叫多玛。布农族人认为，熊是山的灵魂。断子，之前两只母熊都断掌，我就是会难过。大部分的猎人都会设那个陷阱，有一些熊会把整个掌都咬断掉了。道路和农地的开发阻断了栖地的连续性，黑熊研究团队估算大概只剩下200到600只左右。一个传统感染变得很严重，没有办法进食。所以这种人为介入野生动物的救伤，也是不得不的一个做法。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送熊回家了。好，所以熊正开始是家己的兴趣，因为爱爬山，啊嘛喜欢动物，可不呀？研究就很多人开始关心，啊，走山顶的人有当时就较避暑，所以嘛无一定讲知影安怎宣传。虽然知影要替伊讲话，但是嘛是一边做一边学。那熊即马伫台湾，所以我即马要开始啊，到底发生什么问题？熊即马伫台湾应该改请伊，因为惊到台拢熊。行到台拢熊，我拢常常讲，伫路顶看到熊比山顶较济。啊，人送咱疫苗嘛，拢用熊做代言人，所以这种认同对阮做研究来讲，其实是好代志，表示大家关心。啊，就那恁大家即马半暝还是透早啊，找时间来听我了解这个动物安尼。但是上个状况即马，因为就是研究啊，开始甲大家讲熊发生啥物啥物代志，啊，大家都开始关心，啊，大家嘛是拢含，大家嘛拢含嘛相关一边看一边学。那熊即马其实分布即马红色的所在分布差不多是台湾的四分之一，啊。古早古，莫讲遮古早啦。以前其实全台湾拢有熊的，全台湾拢有熊，吼、哦，全台湾拢有熊，所以即马剩三四分之一。那
主要就是，嗯，它低海拔的所在就较无险，因为人较侪，啊，开发侪。高海拔2500以上，拢是针叶林较侪，较无物件通食。所以即卖熊主要就是伫差不多大部分是1000到2500的所在，啊嘛是樟科跟蝌蚪科，它都要讲迄种两个阔叶树分布上侪的所在。啊，低海拔有当时有熊，比如说南安小熊发现的所在才有300公尺尔，因为它是玉山国家公园。附近的所在，遐嘛无拢无人住啊，所以你其实啊有森林啊，卖有人的干扰啊，嘛无陷阱，熊其实会家己转啊，安尼。啊，偌济熊，其实台湾阮即马恁无做美国这种较完整的调查，所以其实估计即马阮有一个论文，差不多估计差不多200到600只，所以你网络看到的资料是阮来估计。但是你若话讲，我差不多即马即几档个走来，我着较精准，我差不多有400到500只。啊，400到500只对惊险的人来讲，一只都介济啊，惊死啊！但是你也讲一个伫一个伫自然生态内底，其实我感觉国外澳洲迄边的学者嘛，感觉拢爱2000只。那像猫熊，大家拢讲足少的，猫熊其实够，即马够差不多1800到1800只。所以你也安尼比起来，台湾乌熊其实介少，熊相对介少，动物其实拢会生啊，你也无。虽然因家因嘛会有自然的死亡，但是你啊，伊家己会生啊，两冬生一摆，其实伊的量会愈来愈侪。像美国的状况嘛是相反，美国佫有滴帕拉熊嘛都愈来愈侪。啊，但是台湾毛保育啊，咱有野生动物保育法、野生动物保育法啦，嘛是1989年到即马嘛有偌侪冬啊。40冬嘛，吼，1989年，唔是有30冬啊。其实恁有法律，嘛有滴保障，伊是濒临绝种、濒临绝种第一级的动物，吼，拢袂当食、袂当拍、袂当买安尼，就是有法律滴保护。啊，法律滴保护啥？那个会较少咧，这就怪代志呢，拢无人问这个问题。啊，你看。阮着有做调查，问林务局个伫山顶咧走个遮人，非法狩猎，拍啦，吼，非法咧拍啦，78拍，其实第因感觉上大个威胁是拍啦。啊，恁拍啦，迄个时阵，大部分其实拢是袂当拍，禁猎，只有熊是袂当拍，吼。啊，另外第二个原因着、就是。大个所在愈来愈少，啊，无就是迄种迫害。比如讲，这是国家公园较外口个所在，啊，开垦，因为这坡度介陡啊，这可能拢会土石流啊，开发种各类菜啊，所以我拢讲讲去山顶去高山买咩高山个各类菜，嘿，因为这拢非法，可能土地拢非法开垦。另外就是另外这是阮有一只熊伫遮，叫一个公寮吼，啊，这种田氏，啊，熊会走来遮，食狗饲料，啊，就去互当着，啊，毋是要当熊，是要当山猪，但是边仔的保护区呢，啊，熊踮遮走来走去，其实这本来是，这拢啊，这是承租给平地人。这是元宝地啊，承租给平地人。你也想讲，可能30冬前，这可能嘛拢树啊呢。啊，所以即马这是不是去食干苗公啊？啊，即马熊来啊，3不5时就向登顶。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唔是故意的，熊就是随尾甲去互你登顶。啊，像那四界拢掉啊！钓啊，恁就是讲陷阱啊！啊，恁台湾啊，当时啊讲，因为那是钢索
做一个像西部牛仔迄个套索，所以就讲吊啊呢。好，阿雄，我嘛发现迄些平时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啊，伊无过台八线，台八线的迄时阵，即卖就是讲古关啊，不得德基水库一边啊呢。你看，这是人造卫星的点位，吼啊，行拢的结界就是一条马路，几乎都不过，拢未对立，未去过南边迄个所在。所以你因为你路开过啊，厝落去，厝搁去啊，树啊，你得甲撤掉，撤掉就变残，啊残你得搁囥环境。所以开发唔是一条路。一条线的问题，搁边啊人伫活动，险其实都拢未过。哦，有当时要过，啊，就去往登着，啊，登着有当时就跳伊，啊，无就断脚断手。啊，像那断脚断手，我嘛本来嘛是拢唔知，我也知我可能未做乌去嘛，因为这艰苦一世人的研究上啊未安尼。哦，有当时就拄着，我只是甲你讲，我真正。我讲真个啦，我也知现个，咱当下动手，你若到外算，我唔知我会做乌现，我唔知，我唔知我有法度遮勇敢，讲好我来，我来，我唔免受来，我感觉我可能无即种，我可能无即种胆呢，我其实唔知，所以这是1998年吼，我第一只掠到个现，吼啊，你看伊个。右手，吼，右手其实已经，诶，指头，吼，指头已经拢无去啊。啊，含我底下俩熊诶，原住民大哥就讲，啊，这个得用红灯鬼，就是他会把，有时候会把，会自残，把自己的指头给咬断。啊，有时候其实是把那个陷阱，吼，含进，用力扯，啊，把它扯掉，他连陷阱一起带走。啊，故。啊，迄个血液循环不良的坏死，哦，当时啊，啊，有几好的哇，啊，哇来的领残障手册，啊，你看即马，所以我头拄甲大家讲，我嘛唔知我掠到鱼未，掠到鱼嘛，但是我差不多掠到15只，15只内底，啊，拄啊真正是母的，母的，啊，第二当过掠到一只母的，就是你左上角的迄个相片，两只母的。拢领残障手册，吼、哦、啊，整个指头全部都没有，啊，其实阁有掠到六只，刚个嘛拢断脚断手，所以掠十五只内底有8只断脚断手，一半以上呢，啊，阁迄时阵阁有人甲我讲，你要掠熊的所在，这个所在行四天是上安全的所在。上安全的所在，台湾乌熊各一半断脚断手，我迄时阵就感觉啊，这是啥物笑话啊！啊，你啊，搁伫国家公园外口，啊是较山脚的所在，遐熊是毋是搁状况搁愈来愈歹？这是我差不多九八年迄时阵做研究的状况。徐老师，最快。徐老师，即马11:30吼，啊，咱即马我搁10分钟，你改做。我嘛是安尼 pass， 我嘛是安尼。十分钟你做一个 ending， 按到20分钟给大家 Q&A 哈。哦，唔对，哈，我嘛是安尼 pass， 我10分钟要 end close， 好。所以我就回来台湾，啊，就感觉，我就感觉台湾乌熊做台湾乌熊解衰啦。你问我有啥物感觉，我就是安尼。所以我回来台湾教书时阵，我就拍算，啊，我就发现啊，啊，我就来尽我家己的力量，看我要做啥物改变。到即马20冬啊，我真正冬啊，拄好20冬，我迄时阵嘛是即个时阵，冬对美国冬啊，20冬。我有人电话去甲我问讲啊，有改变？我嘛唔知呢，应该有吧，但是还未到我感觉可以的状况。好，所以我即马就开始讲我回来台湾以后的发现安尼。所以，14年啊，就一只熊，然后就啊讲过了故事啦哈，啊就伫一个山屋附近发现有人
去爬山，看到一只熊跳伊，啊跳伊，我就去验尸，我拄啊从山顶落来，啊就搁去搁去山顶，啊就去验尸，啊就就发现伊身上有晶片，哦，啊家己那种晶片，啊晶片台湾那种晶片，大部分迄时阵就是拢我打入的，哦，这只熊原来是哦我2000年啊抓到的一只帅大帅哥，迄阵才有五六岁。做引导的，但是即摆我就来甲十四档以后，我就来甲休息甲验尸，啊，就发现迄时阵的英俊小生，即摆就变就是就是徛伫山屋旁边啊，巴肚拢无物件，就是夭死，啊，佮严重的关节炎，啊，帮他验尸嘛，然后断子。就是也断了四根，所以我十四天无拄到伊，伊唔知伊嘛是拄到陷阱安尼。啊，其实这是熊的脚，其实爬树啊啦、爬树啊，拢爱用到这个熊掌。所以你即马断子，其实状况。虽然活嘞，但是连残障手术袂好啊，对待去。啊，较尾我就感觉啊，是今仔所在状况有较好无？阮就伫北部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十年以前就开始踮遐做调查。啊，掠到熊，第一只拢足欢喜的，啊嘛是个母的。我第一只掠到熊，大部分拢是母的，我拢唔知是安那。啊，就然后即马咱第一就是检查看有连残障手册无？啊，你看，这就是那虎克船长的手安尼，吼。啊，这长脚长手的，其实拢是山猪吊。咱台湾讲山猪吊啦，吼，就在北美洲的讲 snare， 就是套索陷阱、钢索陷阱。啊，这其实网络你看了，等一下关这个下线，你都可以去查打山猪吊看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拍卖市场都在卖。还教你怎么用这样子，那所以2014年台湾的陆陆续续有人通报熊死掉啊，或者熊受伤，哦啊，这个又是2016年，哦，然后送了屏科大，哦，也是在伫花莲啊，上来嘛是两只脚断脚断手，左手边整个是断掌，那右手边剩下四个指头，他吃过两次吊子。啊，另外就是2019年的开始有人通报吊子上有熊，在2019年通报的都是死的，2019年之后通报都是罕见血管断掉的熊还是活。好，那这个人，啊，我是时阵在伫微软伫开会。哎，讲黄老师，我去巡线捡端午节，我爸爸拄到熊，啊，我伫后边，所以这唔是攻读生的，这真正是乌熊。我问讲，啊，得等偌久啊？我讲，阮线捡放伫遐已经三四天啊，所以阮得泡煤的，因暗得赶到遐，所以赶到遐的时阵就臭臭，啊，甲煮肉香，伊的手已经。断掌啊！伊都已经有断掌啊！啊，臭臭是因为我看伊的手、伊的脚拢生虫啊，生虫，所以已经三四天啊！啊，熊都要死安尼，无啥困难安尼。啊，阮就开始搁甲煮，甲打点滴啊，甲打抗生素安尼。所以到今啊，这是到去年。去年的状况，去年啊有17次通报，吼，啊今年啊，搁甲去年12月，阮屏东雾台有一个熊的事件，啊手机一查有4只熊去互刣死，啊搁今年4、5月，搁我一只研究的熊挂颈圈2个月就去互断掉就死去啊。今年2023年的3只，所以甲4只佮3只加起来7只，拢是7只，7只内底有5只是死的，所以这是7+7加起来就24。那十当以来有24只熊非死即伤呢？
啊，行濒临绝境，死伤阁会遮尔惨重。其实有当时是笑袂出来。再来卖讲，啊，这只熊是阮来，阮做研究的熊，阮抓到的时阵，伊就两只脚拢有断脚断手啊，所以伊阮抓到的时阵，伊已经有去用断过两届啦。啊，中秋节的时阵，中秋节的时阵，搁互断着，啊，路过田氏园，啊，伊时阵田氏拢收了啊。所以伊也无食到甜柿啊，人家危害农损危害无比国家严重，啊，路过就中吊死啊，满血是血，记者的相片都寄给我，啊，不管啦，啊，就是差不多就两个月以后就给野放，所以即马台湾林务局其实介进步，熊即马拢有好好处理，拢会给野放安尼，啊，野放两个月就是甲养伤两个月，啊嘛是爱截肢。啊，拢爱截肢啦吼，啊，着野放，啊，两个月，啊，过无偌久，佫佫断着，着甲野放较北边个所在，啊，尾过偌久，着佫互断着，佫互断着，啊，着断，所以规四到即马着是断过四届啦，啊，较尾啊，即马着是佫甲送去病院啊疗伤啦，啊，一冬外吼。一冬外住病院，住冬外，啊，尾着搁甲野放，野放到一个较远个所在，因为当地民众无希望伊囥遮，囥较远个所在。啊，即、這个案件，即、這个计划我着无参与，啊，着对北平个粉红色伊个活动范围，雪豹国家公园附近，吼、哦，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放甲单大。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玉山国家公园北平安尼。啊，我迄时阵有建议讲，即个所在拍落较严重，快当莫囥遮无。啊，但是委员会无听即个建议，那所以放了20天以后，吼、哦，正放出拢会死鸡走嘛，20天以后就翘起啊，翘起啊，搁互带咧。讲大咧，迄是真正是，我感觉迄拢安排好诶，就是大咧，你太久我都找着，啊，伊警犬拢甲你破坏掉，我较尾着找着即个甲啊枪甲猎杀诶人，就是先等着，啊，搁甲先等着去巡诶时阵看着即只熊啊有警犬，知影这是做研究诶，啊，搁用枪甲拍死。拍了，搁甲带咧。啊，老天就是注定叫我去用恶出安尼，所以这真正是吼。啊，你啊，事先啊，准备较周详的吼，周详一点。啊，让民众知影要安怎配合，这种代志有当时啊较少安尼。啊，这是阮雾台屏东雾台的新闻吼，上头条。冰箱病出来有一只黑熊，有一只长鬃山羊，啊，搁有水鹿，伊个脚有14根。到尾手机就被扣了嘛，手机到尾就搁新闻搁出来，就是载着熊游街，载着熊游街，大家都做生气啊，少年人哈，少年人。啊，这个带熊游街，然后接过无外久，搁新闻搁出来，讲手机内底检验出有四只黑熊，有四只熊，唔是一只，而是四只。我知影我时间要到，我想办法收尾。所以台湾吼，台湾黑熊。数量会较少，我阁讲一摆。第一，自然环境破坏，会当佚佗的所在愈来愈少，这是第一。啊，阁开路啦，吼，拍啦。啊，第二就是拍啦。啊，拍啦，毋是拍啦会死尔，拍啦有当时是半小时，吼，会断脚断手。另外就是拍啦背后有当时是有人会买，一只熊会当卖到台币20-30万。所以
迄是代价而沽的物件，啊，伫 seven 吼，伫超商买无啦吼，啊，伫餐厅点菜嘛点无啦，但是有当时啊，就是有黑市市场，吼，啊，原住民其实拢大部分拢有无拍型的禁忌，感觉拍这太格调，但是有当时啊，你也真正会当卖出侪钱，啊，无另外就是。较少年诶人对于古早老人传落诶物件，较无伫相信，即禁忌就变无效啊！啊，个个三老鼠吼、哦，三老鼠狩猎，你看即嘛卖银会当上涨烟，吼会当卖到四五万，啊四只脚上少嘛十五万对无？因为一刀嘛一只脚嘛对无吼？诶、哦，真正即种新闻呢，即种新闻啊，即种品是马来上啊。啊，因为咱中国有食补文化，吼、哦，中国有食补文化，吃脑补脑，吃边补边，吃熊掌补熊掌啊，吃熊掌就是食起毛节，我食过，你嘛食过啦，吼、哦。啊，另外真正是较有疗效的是熊胆，但是即马拢有替代品啊。啊，台湾真正有人伫卖嘛，有人伫台湾做调查，四分之一的中药铺拢有伫卖熊胆粉。啊，虽然有也是对中国来的，但是啊 ，Made in Taiwan 无定介绍去如何。所以我今仔讲半讲，就是恁就是讲熊这种物件，其实伫阮屏东吼，啊无伫台湾原爆差不多已经无啊。我感觉是无啊啦，因为四五十栋拢无禁忌啊。啊，水塔本来台湾有，即马剩金门有尔。啊，十五点尔，你听到讲有去有路杀，去有车弄死。啊，另外个一只。蝙蝠吼，唔是蝙蝠，蝙蝠啊，就讲国语就好啊。蝙蝠啊，这个大亏，这展翅我听讲会当啊，对啊，一飞我都到展翅，我都到50公分就大只，听讲介好食。但是这种濒临绝种，我唔是叫你去食。这动物熊足够走的熊，其实若保护好，土地保护好，其他的动物其实拢会当做好保护。所以听到即马。台湾的保乌熊保育有较进步无？我感觉有啦，想无大家即马未含以前拢问过我，我讲啊，台湾敢乌熊？台湾敢阁有？即马其实大家拢知影台湾有乌熊嘛，这是介好的进步。但是以即马状况来讲，这知影安尼是无够的。等下我拢叫人卖阁做公仔啊！政府你莫阁带头做公仔啊，因为恁大拢知影有熊嘛，你做其他代志嘛，莫阁做公仔啊，安尼嘿。啊，人安小熊这做就是足大进步，足侪人拢有到三间捐钱，安尼这是黑熊协会募款，然后执行的计划这样子。啊，我感觉我尽力啊，虽然。可能阁无够，我去中东府几两摆，这些人甲我讲，你去找小英，找小英代志会当解决嘛？啊，民众唔知，民众无配合，找小英敢有效？我去中东府去两摆，啊，即摆是家己写，啊，即摆是总统请我去，即摆是我家己写批去，讲我有甲白皮书吼引领出来，然后我想要来见总统。希望总统会当到三港安尼，所以我萧万长副总统的含我见面安尼。另外就是民间有黑熊保育协会，吼，大家拢伫到三港，足侪民众拢有参与。啊，即卖教科书，哇，歹势，我嘿，我特别讲了，教科书国小、国中、高中嘛拢有熊，有进步啊啦，以前的路是遮歹行。十年以后，即卖我学生个我入面，即卖行路是这种桥。以前个桥是安尼啦，即卖个桥是安尼啦。这是即卖山路啦，我以前住是安尼啦，有差啦吼，硬体有进步啦。恁个研究伫亚洲算小可有名声 ，CNN 嘛来采访，但是有够无，熊嘛是搁去用登着。唔是领残障者做阿无得死，啊，所以恁可能阁做无够，有进步，但是阁无够。我
啊，搁较侪人来关心台湾乌蝇可能较好，台湾乌蝇嘛较好，咱这个土地绝对会较好。这是嘛，我唔忙，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原因。我讲到这时间，我感觉扎个袂歹，多谢大家。多谢你小教授吼，我想咱会使甲伊拍破啊，因为这拍破啊嘛是无笑啦吼，所以可能你都无听到声。我来把荧幕，我来把荧幕关掉。有啥物人有啥物问题，恁会使举手吼，啊是恁有啥物要 feedback， 恁会使举手。有啥物问题？我看见信涵老师，信涵老师，信涵老师，你有问题要问嘿？我听这个美秀老师的那个演讲啦，吼，就真感动啦。其实我家己嘛是爱爬山啊，爱野生动物的人，吼，啊，我说我听了吼，真感动啦。啊，尤其是我知影咱台湾的那个野生动物一直拢有拄到真。严重的这种生存的问题啦，吼，因为我听到迄个400只到600只，吼，生物学有一种灭绝的漩涡嘛，灭绝的螺旋，就是伊的族群数量呐，伤少，伊就未阁活，伊就会干来慢慢啊绝种尔。啊，所以吼，我感觉，但是咱对一般人来讲啦，吼，当然有两个部分嘛，一个是讲咱啊。是政府会当做啥，咱也有具体政府会当做啥吼，可能会当做去甲争取啦。啊，另外一个是咱一般人啊吼，那总共关心这个议题，咱会当做啥物安尼啦？吼，咱会当为乌蝇做啥物？因为其实即马太多，我感觉影片内底啊吼，就是太多有纪录片嘛，内底讲啊吼，你呐只要踏入去山林，吼啊开始去接触野生动物，你就开始。踏入保育的路，因为你就会关心嘛，你就会感动嘛，啊，感动就会关心嘛。但是问题是另外一方面来讲，那伤济人去你山顶，颠倒嘛破坏因的栖地嘛，吼。因为我有朋友伫山屋内底啊，山屋啦，吼，伫山屋啊嘛有捌迄个乌蝇要去甲伊弄门啊咧，啊因规阵人惊到要死啊咧，迄种经验啦。啊，所以我想这嘛是教教因啦，啊，但是。想要让大家去了解啊，关心，但是佫袂当让因去伤侪人去山顶，安尼到底会当安怎做啦？对一般人来讲，所以这是想要请教的。感谢。所以我就直接回答吗？是安尼吗？所以你会先回答。好。我感觉这个问题真好，因为这些人嘛是拢安尼问我，唔是大家人拢会想要做研究者，啊，大家拢要死啊，不啦，我无要死啦，我无要死。平常一般的人其实会当做的，我感觉爬山唔是问题，是你知影爱安那爬山较袂造成，袂造成。主人的负担无，恁台湾讲无痕山林，不留就是不留破坏的痕迹，你的 footprint， 你的足迹不要造成自然的干扰。去山顶都是有干扰，但是比如说你把厨余不要乱倒嘛，啊，你需要多少食物就带多少嘛，啊，然后不要把垃圾丢在山上嘛，然后就是就是自己该有的行为自己负责嘛。吼，所以我感觉不是人多的问题。啊，人多政府嘛爱管理啊，所以比如说山屋有行入来弄门，那是山屋管理出问题，不是有人去的关系。人本来就是该走啊，我感觉你叫人卖走是不可能，但是你会当走，你会当去佚佗，但是卖造成主人的负担。啊，管理单位爱入来管理安尼，啊，大家互相配合。啊，另外我感觉一般的人会当做，人会当做，主要就是，比如讲你今仔听我演讲，分享嘛，把资讯分享出去嘛。我你比如偌济人感觉嫌会尴尬，然后台湾可能搁做者朋友唔知台湾有乌蝇咧，可能搁做者人感觉。台湾乌蝇会讲加拄着蝇爱第四个被求啊嘞，因为伊所预言看伤济啊。啊，你即马看到我，演讲你会当甲你的心得写写，啊写当你的脸书，还是
就是和大家分享，让越多人知道就好。我感觉知是第一步。台湾有一个好处，我在台湾做研究25年了，我感觉台湾人很温暖，伊也知影，伊毋是毋知，伊毋是毋做，伊是毋知。啊，你也互伊知，感觉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咧，伊就会甲你斗相共。我感觉台湾这个温情吼，我感觉足了不起的，所以我较尾就感觉爱尽量互足侪人知，啊，好的代志才会当传出去，正念才会传出去。保育是正念，因为利益众生。那另外就是。你去佚佗，野生动物的产制品卖象牙啦，啊，你嘛卖吃山产啦，因为有人食山产的，有人去拍人嘛，啊，你连山产都不要吃嘛，吼，你也不是原住民，你就连山产都不要吃，你不要消费嘛，这嘛，你不要当共犯嘛，野生动物保育，野生动物的产制品拢卖卖嘛，啊，另外就是行有余力，你也当做志工嘛。啊，无志工，你就像茱莉亚一样，就邀请我演讲嘛，把一些保育的观念。那以后呢，这个节目台湾文化论坛这个节目，就多邀请一些环保的一些议题进来嘛，卖点点公政治啦。我唔爱听过这类论坛啊，所以我抱歉哈，如果有错的话，就多开辟一些这个价值的，和大家关心环境嘛。好，大家拢会当做嘛，啊，茱莉亚买当伊嘛做一代。也当做的代志，啊，另外就是啊，行有余力，你买当捐款嘛，比如讲黑熊协会，你管啊，你嘛无一定爱管黑熊协会，吼，啊，伫美国大拢有捐款，比如给那个Sierra Club， 吼，或者Conservancy Institution， 拢有关系，啊，你想让我们管台湾啊？OK， 嘛是会当做伙管啦，唔是讲袂当管美国啦。我讲就是说，你行有余力，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虽然微不足道，可是积少成多。这是我回答何兄伊个问题啊呢，嘿是。的小米秀老师，中间要我看你有拍过你个 video， 你讲有啥咪 feedback？我敢袂当分享一张相片？是啊，你分享。哦，这家有人，哈哈哈哈哈。那是咱这个第75届哈，啊，咧讲这228的时阵哈，啊，设计一个图案啦哈，啊，这是一个出世伫美国囡仔迄个设计啦，啊，所以讲那是讲看这角。这个相片，这个图案，我感觉讲真，听看起来真呢，哈，心肝真无，安尼感觉真黑暗哈。啊，不过咱大家想讲，李连弟一个美国人啊，伊嘛知影讲有用这个乌云哈，啊来类比讲咱台湾人的处境，甚至是讲咱台文哈，咱台语的处境啦哈。啊，这三张哈，用这张哦。咱拄只咧看讲，哦，乌云拢断脚断手啦。啊，咱台湾人即摆是迄纸吼，迄纸用挂起啊，是用安尼来。所以我咧听你演讲的时阵，啊，拄只迄个今日来介绍费哪济吼，啊，嘛有讲到讲即个吼台文和乌云吼。诶，命运吼，拢真相共啊，主要是生态的问题啦。啊，咱要活诶时阵，咱爱要生存吼，动物也共款，人也共款吼，要活落来，生态爱健康啦。啊，真感谢啊，米秀教授来遮做真精彩诶演讲吼。啊，会当用台语来论世界各种诶台湾各种诶代志吼，拢会说咱这论坛那。无啥讲到政治啊，我才我了解，无听到讲遮个政治，你本来咧讲政治，应该是无啥咧讲啊。好，多谢，多谢。迄个苏青，谢谢。苏青吼，大苏青，苏青姐。好，大家好哈。我是有一个感受啦吼，就拄啊，我看迄个
美秀教授差不多会当做的，伊拢足拍拼伫做吼，啊，我嘛足同意伊讲，咱个人会当做一寡代志吼，啊，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讲迄个非洲迄个啊，以前嘛是有经过这个问题啊，嘛是讲以前一直有这个问题，而且因迄个 awareness 佫较早吼，啊，我的一个 impression 啊，我以前捌看过一寡报道，就是讲较有效的，除了 awareness 以外吼。就是对这个非法的狩猎哈，就是那个 poacher， 就是 illegal poacher 这个问题哈，伊就是有经济上也是认知的问题嘛，所以拄只美秀教授讲这78%，所以你若为这78%的迫害来做，这是足重要的，就是讲这 poacher 是安那个 educate， 还是讲个规个 tribe。community 讲，你有搁较好诶办法，哈，得到你诶经济利益。譬如讲，非洲你若个只个动物拢杀死，你就无迄个 tourist 诶价值嘛。啊，所以，互因看到讲，你来保护只个动物，对你诶经济利益搁较大。我想即款诶做法，可能嘛是会使试啦，吼。我是看到这些所谓介绍咱这方面可能，你去学校，甲也是台北市，也是 politician 底下讲这个代志，不如这些钱来创造这个 culture， 这个 tribe education， 啊是讲改善因的迄个 awareness， 讲安那做对恁来讲经济利益搁较大呢？这是我的 take away， 啊，咱这做的就是讲，无一定讲爱政府啦，我知影政府可能。你安那甲伊讲，伊就是无 focus， 还是做无到嘛？啊，咱的迄个私人的，就是迄个黑熊保育协会，应该会当做一方面。啊，咱通啊做的就是关心哦，这个 organization， 还是其他样的，这是我的 take away 嘿。多谢苏青的 feedback 吼，啊，咱即马阁有一位迄个米玲姐，乌头话米玲姐又举手。我有两个问题哈，头一个问题就是问恁讲，恁敢有敢那讲用人工哈诶培育哈，欢迎会长生下一代。第二个question 哈，就是讲我知影讲因这个中国哈，当然不是上好诶咧啦，不过我知影讲因诶迄落潘达哈，就是做这个代志嘛哈。我是想讲，这是一个，我完全外行啦吼，所以我的感想，搁一项就问你讲，台湾的乌熊敢有冬眠？多谢。好，谢谢，这个问题，我尽量讲较简单的，因为时间差不多啊。台湾乌熊无冬眠，所以。我头拄仔讲到美国的乌蝇的冬眠嘛吼，台湾无，因为一年冬天拢有物件通食，吼，毋是寒的问题，是拢有物件通食，啊，所以咱寒人咱袂当休困，咱嘛爱去山顶捉蝇安尼，真正可惜。啊，另外一个问题嘛，足侪人甲我讲的啊。啊！你做研究遮辛苦啊，无几只熊啊，约到半小时，啊，都甲伊，都甲掠掠，啊掠来人工繁殖，安尼就好啊。啊，猫熊就是上好的案例嘛吼，安尼人工受精受孕，然后即马伫动物伫圈伫人受孕伫人工。人工的环境，出生大汉的熊有差不多700多只，全世界伫人工环境大汉的受威胁的动物，濒危的动物，含野生的比起来，超过1/3，这是全世界。上厉害的案例，就是人互伊生出来，佮伊饲养大汉的，
的比例是相关的，这是做唔对的代志。啊，因为猫熊足有价值的，一只啊送出去国外动物园，比如圣地亚哥动物园，迄一只拢足几啊千万啊呢。所以猫熊即马是摇钱树，还是政治筹码？迄咱一般人拢唔知的代志。我即马讲的代志是，我唔是伫考试猫熊。猫熊即马较尾做保育，做到较尾也发现民众，足侪中国的民众，拢叫猫熊住伫别墅内底，因为伊迄饲的所在拢叫别墅嘛，圆圆别墅、想象别墅，所以民众拢唔知影猫熊是住伫山顶，伊是建筑林，伊对伊的主人的环境拢无印象，但是伊知影猫熊住别墅。所以民众的保育，敢若知影猫熊住别墅，唔知影其实爱有山顶迄种环境，互伊安尼大汉。啊，即马人饲出来猫熊，正开始放出咧山顶，无法度适应，因为吃香喝辣大习惯啊，出去袂合，你知无？咱倒来台湾乌熊，台湾乌熊即马唔是啊。其实这是做昂贵的，这是做开钱的。啊，开钱不要紧，咱不是无钱，问题是钱爱开到所在。今麦啊，恁也知台湾乌熊状况无好，主要是因为人的关系，互伊死去，还是互伊受伤，所以量无都坐起来，怕啦，可能是主要的一个重点。山顶的陷阱、陷阱啊，拢无收起来。你即马伫人工的环境生足侪乌熊的，放出来，毋是放死吗？因为出来就带个吊子、带个陷阱回来，啊，无就死，放出来啊，就死伫深山啦内，啊，无人知，因为陷迄个陷阱啊，拢无去寻，所以翘起你嘛毋知。所以即马重点应该就是到那刚刚慧清姐讲的。就是你保育意识，大家爱提升，啊，熊嘛受伤会通报，所以咱有进步啊。啊，这嘛是咱的政府几啊冬伫拍拼，就是你也看到熊受伤，你爱通报。但是另外就是讲，一旦有熊走来走去的所在，这陷阱会当较少嘞无？啊，是甲民众讲，其实熊你袂当杀。你若刣死，就阁减一只，啊，你嘛卖出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咱囡仔生出来，啊，外口社会介黑暗，咱袂甲囡仔关在村里，讲你卖出去。咱会先想看卖，有法度让社会较进步，啊，较和善的，啊，囡仔出去会当平安回来无？毋是甲囡仔关咧安尼，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回答这个问题无，就是你是爱先把伊个环境先用好，安尼你啊真正要来用富裕，吼、哦、啊人家来富裕。但是即卖状况是，你外口环境啊用好，熊家己会生啦，熊唔是生袂出来，以前是猫熊感觉伊袂生，无啥样生，他人工富裕啊，他开遮济时间底下做济。啊，伊嘛家己会生，你着环境啊用好，互伊家己当下一只生、两只生、四只，慢慢着出来啊。你根本唔免用人工繁殖，这是我的想法。多谢迄个米秀老师吼，信涵老师伊个有野手，信涵老师嘿。好，其实我头先听安尼啊，我有一个想法啦。当然我是外行啦吼，因为伊迄、那个。就是讲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原住民啦，吼，即无一定，无啦，即甲族群无关系，就是法律，就是讲会设限制的遮啊，吼，就是住伫较山顶的人嘛，因才会设限制嘛，哎，因嘛才有拉枪嘛，吼，就是因拍拉嘛是合法的嘛，吼，啊，所以吼，头拄啊像头拄啊美秀老师讲的，咱若是
外口话搁较大声啦吼，也是讲吼，咱外口做搁较侪，啊，因内底的人真正住伫山林甲乌云，是厝边的人，因就是不爱减少陷阱啊，因就是不爱减少迄个拍啦，因就是不爱甲迄个砌地、砌地啦吼，兴乎乌云嘛吼，安尼嘛是无效，咱学校教育教搁较侪，但是因无一定会信道，因嘛无一定伫学校读册啊吼，就是读到遐物件，所以吼，因为我即个去 Boston 啦吼，我即个 Boston 的时啊吼。因有坐我坐船出海去看迄个海岸啦、鲸鱼啦吼、嗯，啊等于讲吼，这个物件变成一个因会当赚钱的产业，所以因迄边啊吼，因的海林为足大区的什么，所谓的什么海岸的保育区啥吼，因就尽量啊吼，因为因有附近的居民有收入嘛，伫迄个 Cape Cod 附近啦吼 ，Cape Cod 的鳕鱼夹的西北边遐，啊因附近的人有收入，所以因就会主动自发，变到去保育这个物件，所以啊吼，我总我唔知影乌熊有适合安尼无？那准讲啊吼，有一挂和当地甲原住当地的住民的配合的一挂乌熊观光的活动，让因感觉讲乌熊是会当让因赚到钱的。当然，这啦，这嘛有另外一种，就是讲真侪人去看乌熊的，会有其他环保的考量，但是至少上无啦。当当因会当，因感觉讲关公比去拍迄只乌熊，互因赚较侪钱的事，因就未想要去拍遐个乌熊，等到因会想要甲保护做关公安尼，是毋是有即个可能性？因为咱的绿岛啊吼，咱的绿岛嘛是共款，迄、那个鱼啊，因为因发现讲啊吼，人潜水去潜水啦 ，diving 啊吼，去掠遐个，去看遐个鱼啊的关公利益，比因甲鱼啊掠来。趁金卖加足好诶，所以因就开始保育，所以绿岛迄边就无啥物乌白掠鱼仔诶问题嘛吼，所以是毋是有即种可能性？这是我诶一个想法安尼吼，甲迄个米秀老师讨论，感谢。好，咱即马吼，米秀老师，因为咱即马阁有一人举手啊，我想最后一个问题问了啊，你米秀老师做伙回答好不好？好，是你要先回答，不要紧，就教你诶意思。你著。BD 这你有要问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让 BD 这问，啊，了请米秀老师这回回答。我感觉那个信海老师的 point 嘛，真好，嘿，BD 老师，BD 这，OK， 有一样代志要甲你，要甲黄教授讲哦，你头拄仔讲蝙蝠，唔知要安怎讲台语吼，蝙蝠的台语，熊熊白，熊熊嫩，白嫩嫩，变。叶宝，叶宝对无？蜜宝啦，我唔知影，我台北哈，我讲蜜宝啦吼。叶宝对。蜜宝。但是有人讲叶宝，冇人讲蜜宝，冇人讲蜜宝。其实这足侪种讲法拢有。我家己讲叶，我家己讲叶宝。蜜宝。我今麦记起来。OK。有人讲蜜宝，有人讲叶宝，冇人讲蜜宝。我是吼，好多谢，是多谢。你照你安尼讲，是毋是台湾无禁讲迄落含钱的代志是？无禁是？啊，敢无禁讲袂使拍啦迄个乌熊的代志？迄法律啥物款？好，你这两个问题拜托迄个米秀老师做伙回答，包括信涵老师的问题，甲米弟这个问题 ，OK？ 好。我穿大裤，恁有听到无？有听到。我穿大裤，我先讲帕拉这件代志。帕拉这件代志，我先讲台湾即马规定。台湾即马规定是有规定，原住民就是一般人，除非就是讲你啊农作物。去予动物危害，你会当通报，甲政府单位讲，我遮有高山有山猪啊来阮遮乌白食，啊通报了，你会当登遮动物，你会当登啦吼，这是一个状况。第二个状况是，原住民因为文化的需要，吼、哦，
会当拍蜡，拍蜡的方法嘛拢有规定，啊嘛会当用含镜，但是原住民的文化的需求，啊要去拍蜡，爱先甲政府申请，爱先甲政府申请，申请以后才去拍，拍了回来啊搁回报我拍到什么物件。这两个状况以外，差不多拢袂当拍，这是台湾的状况。所以问题就来呀，啊，安尼，啊，山顶搭搁遮济动物，搭遮搁遮济陷阱，山顶遮个陷阱，足济拢是无申请的。所以恁，啊，无得大家写批去问恁，问恁的管理单位，到底今年有偌济人、偌济单位申请要拍啦？申请要陷坑陷阱，应该无介济，大部分拢是想要坑就坑，啊想要拍就拍，这是所以这种代志足歹讲的，足无好讲出嘴的。政府嘛袂想要听到这声，但是这就是我即马看到的状况，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OK， 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所以不是说只要要大家知道，他刚才何信汉先生也有说到，有当时说半天、啊、其实重要的 关系人利益关系者都其实也没在在在没在在意、啊、这其实就是问题、啊、其实现在大家有比较在意了，但是有当时就是我你也问我，我就是讲，有当时政府慢半拍，啊，乌行无选票，乌行无选票，这是现实的问题。啊，要大家来配合，无遮简单，因为大家拢有大家的立场、个需求，所以感觉他拄啊何先生讲的，如何创造诱因，你爱有一个。诱因，予伊愿意做伊无本来无想要做个代志，或者感阿无、啊、就是感觉无关系代志。这个诱因其实伫保育界重要，所以哩，咱个管理单位林务局最近嘛开始讲，啊，你啊看到熊，啊，你来通报，我会奖金予你，那三千块啊，偌济，吼，三那都有奖金嘛，你来通报有奖金啦，但是有当时啊，无甲大家讲诶，迄陷阱其实拢违法诶，所以我就有当时啊杀无安尼吓着。啊，另外乌熊协会、台湾黑熊保育协会嘛，即马嘛拢开始伫部落附近咧做宣传。啊，你袂当当拢伫台北，拢伫高雄、都会、都市咧讲啊，你有当时嘛爱去。去真正去山顶吼，去交陪安尼，让大家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啊，除了创造诱因以外，教育我感觉是关键。这也较慢，这真正慢，但是这袂当停。啊嘛爱对症下药，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所以乌熊应该短时间袂一时啊就好起来，因为这种代志介大。就是层面很广啊，无遮紧啊，有诶阁歹讲，就台面上不好讲，因为政府有诶代志，伊无想要互你知，啊，所以我感觉这都爱有心中心头爱了定啦，啊，爱做有耐心诶，啊，这都即道爱做诶代志安尼，嘿，我希望我有回答何先生诶问题安尼，我完全即。但行你的功法，嘿，就是要创造诱因，嘿，对。是那个教育大学的何信涵教授，哈，我是。啊，我想哈，因为今嘛台湾已经超过十二点嘛，十二点十五分啦，啊，我知啊，美秀老师都真早困，啊，真歹势，今仔甲伊穿啊真晚吼，啊，后礼拜吼，咱是那个。每个月第一礼拜，咱拢是文学欣赏会。啊，迄个龙光兄，你敢有要小可介绍一下？好，安尼敢有看到这张相片？咱后礼拜哈，诶，主讲人是
蔡昌波啦，哈，伊离南加大咧读册时，捌伫即个《太平洋时报》哈，啊，做记者哈，啊，即马伫即个《民视》哈，在做啥物？做啥物经理还是新闻部的？以前是新《民视》的副理，啊，即马伫架电视做总经理。哦，伊阵走去架电视哈。嘿嘿，蔡昌波，嘿，即马是架电视的总经理。诶、欸，啊，我到今仔日才知影讲，伊较早也捌做过即个江门西学刊吼，即、這個、我唔捌听过吼，所以我真期待要来听吼。好，安尼咱后礼拜吼，同时间啊，同即个频道吼，啊，咱过来见面哈，啊，来听即个蔡昌波先生哈，啊，诶，即个。有关文学的分享，好，多谢。多谢啊！后礼拜是迄个桂兰姐伊会来主持吼。啊，咱今仔日吼，咱搁一摆，咱甲迄个美秀老师，甲伊，你会使开你的麦克吼，小可拍破啊，互伊出声。好，多谢大家。多谢美秀教授，谢谢，真精彩嘿。多谢，好，祝大家平安，再见。安，大家好，请问，下迄个惠娜，就是惠娜甲迄个美秀老师，介绍来芭比政府如何做主题演讲，我还听到这个 topic， 啊，感觉真 touch， 所以我，所以我。因为甲伊做伙去佚佗吼，所以我有邀请伊来讲，啊，伊一下就答应。啊，我有看到李秀老师，伊顶礼拜介绍迄个皮湖的李秀老师，嘿，啊，哥，这是会长哦，会长，嘿，李秀老师，伊顶礼拜伊有讲介绍伊的作品吼，呀。啊，后壁迄幅图是家己画，嘿，呀，咱逐礼拜拢，咱已经伫要相当啊。其实咱虽然是98岁吼，但是爱搁加进前迄个台湾通信30当，迄阵拢总毋知几岁，甲加起来，咱现在是已经100几岁啊，嘿。哇，哇，这你举手，嘿。你有话要讲，你做你讲，你即马免举手，嘿。已经无录音嘛，对不？